咱们开始写案例啊，写案例。那么怎么写呢？咱们呢再来一遍这个过程啊。首先第一步，创建一个什么 Java 工程啊，因为咱们现在还没有和外部端的进行整合呢，对吧？ Java 接着的啊，然后怎么办呢？创建一个源文件夹，专门用来放什么配置文件啊？你用一个什么叫 source folder 啊？叫 config 啊，是吧？我再创建一个文件夹吧，一个普通的文件夹，用来放下包啊，是吧？然后呢，我将昨天的下包干嘛？给 copy 过来就好了啊。要把它引进 build path 啊。昨天呢，有同学呢老是忘记引那一个 MySQL 的驱动包，是吧？大家注意了哈，这个 MySQL 的驱动包呢，那是必需品，因为你要使用 GDB 进行连接嘛，对不对？所以你得引啊。下包引好了，下面是不是需要配置文件了？对吧？我就简单的 copy 一份啊。简单的 copy 一下，然后一改一改，是不是就 O 了？对不对？其实真正开发过程当中呢，需要自己原封不动来写配置文件这一种的非常少，基本上都是大概知道啥意思，需要加动就加，需要改就改，是不是啊？嗯。咱们看一下 MySQL 的插门啊，前面这个是没问题吧？这是干嘛的？这是不是加载咱们 GDBC 的 property 文件啊？对吧？这是不是别名啊？这里面是不是得先注掉啊？因为还没有定义这个什么是包路径的，是吧？对吧？这是环境，不用动是吧？然后是后面是引 MySQL 是吧？映射文件的，是不是？现在怎么办呢？咱们呢对这一个项目呢进行分层管理，来分成什么东西呢？分成按照三层结构来分呗，对不对？建包啊，今天呢我就建长一些了哈，昨天是一个入门啊。比如说 ca 点什么 ngu 360点 my basis 点什么点 model， 对吧？这个地方你勾一下之后呢，它呢就给你把这个包呢给占了，会生成一个 Java 文件，把这个包给撑出来，大家理解吧？勾一下啊，其实这个文件有用吗？没用，因为了防止你这个是个空的话，这有些时候它就把它给替换掉或重叠掉，知道吧？看不见了啊。那接着建，来 c 点 ngu 360点 my babies， 比如点 service， 行吧？点到总是不是？咱们昨天也讲到了啊，咱们使用 MySQL 代理的形式呢，是不是非常方便的，对吧？所以说咱们是不是不用写这个 DU 的时间链了，是不是？但是呢，在昨天咱们进行封装的时候，是不是将 MyBabies 的那一个生成那个 SQL Server Factory 封装成一个单例了，对不对？咱们呢把昨天那个 util 呢给拷过来，是不是？就点 util， 是不是啊？行啊，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完事了，还需要一个什么测试的，对不对？测试的啊，啊，这样就完事了啊。下面呢咱们呢开始干嘛？开始来定义什么实体类，你得有实体类吧，对吧？我在这里呢就以用户为例，是不是啊？我先看一下数据库当中有没有用户这张表，有没有 username 和 password 这两个字段啊。
找一个设计部啊。就以淘宝这个设计部为例吧，行吧？看 user ID、user name、age、password， 是不是？来见吧。user 啊，跟你试一下。大家注意了啊，咱们仔细看看，咱们设计部当中是不是叫有下拉线啊？但是咱们这一个Java B当中可以有下拉线吗？不可以有下拉线，知道吗？如果碰到下拉线这一种的，使用第二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来表示它，大家理解吧？这是一种开发规范哈。为什么说必须得这样子啊？这是一种规范。其实换句话讲，咱们定义变量的时候用下拉线可不可以啊？是可以的，但是这种开发规范，知道吧？养成习惯就好了啊。来 ，private 接着写啊 ，private string 是啥 ？username、age 和 password 是不是？来 ，username 啊 ，private int 啊 ，age， 来 ，private string。password 啊，这样的话咱们这个 Java 并不建好啊。model 层是不是已经完事了？下一步需要干嘛？写谁了？是不是应该写 service 层啊？让 service 调 DU 啊，对不对？来定义 service， 是不是少一个 service 的 RMPL 那个包啊？少一个包啊。昨天呢，发现有些同学呢，这一个建包的时候啊，包括给这个类起名的时候，都太那啥了，得养成好习惯啊，好不好？因为太难听了。然后咱们来写 service 啊，这里呢也有规范哈、啊，就咱们这个 service 是对哪一张表进行操作的，或者做哪一类对哪一类事物进行操作的，就怎么起名字啊？就这一个实体类的名字加上什么？service 啊，这要知道啊。interface 啊，咱们是对谁进行操作？对 user 吧 ？user 什么？user service 啊，是吧？我呢，先设定一个方法，因为它进行什么用户名和密码验证的，是不是？来，比如说 public 啊 ，user 叫 find user by 什么 username and 什么。password， 对吧？大家看，这里是不是需要传一个参啊？将用户名和密码都传进去啊？因为咱们 model 里是不是只支持一个参数啊？所以用什么对象？用的 user 对象来进行什么输入运算啊？啊，保存一下。下面可以写谁了？写 service 干嘛？实现类啊 ，new 一个 class user service RMPL 啊。就行了。那么这一个 service 它该如何进行操作啊？它能进行设计部查询吗？它说不能啊，它不能应该怎么办？它是不是应该调 DU 啊？对吧？但是到目前为止咱们 DU 是还没定义呢，怎么办呢？咱们先定义谁？先定义 DU 这个地方的，等一会再写，是不是啊？咱写 DU 吧，先定义什么 DU 出来啊 ？interface， 对。这个命令规范呢也一样啊 ，user dot， 分解一下，这里面呢也是那一个方法，是不是、啊？来 ，public， 其实这个方法和它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啊，直接 copy 过来就好了。现在是声明好了啊，但是问题出现了，你妈在如果进行工作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一个测绘文件啊？预设文件啊，咱们目前使用到了一张表 user 表，所以咱们是不是只需要一个关于 user 表的一个预设文件就可以了？如果说再加的话，是不是再继续再加啊？对不对？昨天呢，咱们也讲到了，使用
代理进行开发的时候呢，有哪些注意事项？是不是那么 Node Space 等于这一个接口的一个路径全称啊？对吧？而且呢，咱们如果说是采取批量扫描这一个映射文件的时候，是不是要放在同一个目录啊？这怎么办？要放在这里面来啊？是不是啊？怎么办呢？ Copy 一会儿啊，改一改就好啊。Ctrl 加 V， 改一下名，叫什么 user 刀点什么 XML 啊？名字是不是一样了啊？这个站包就可以删掉了啊，删掉。那这里面呢，肯定是要先改吧。首先第一个改什么东西啊？你要怎么要改啊？在 C 点什么 NPU 360点 My Basis 点什么点到，是不是啊？对，点一个到了是，点什么 User 到啊？这没问题啊。这里面的干嘛给删掉了啊？是不是啊？咱不要这条 circle 啊。其实我为什么 copy 一份呢？我是想要这些东西呢，这些头这个 map 标签呢，少写东西嘛，是不是啊？现在怎么办？咱们就可以开始定义了，是不是？来定义 circle 语句啊，来 select id 等于这个 id 的属性呢，名字呢，等于什么方法名啊？方法名。这边定什么参数什么类型，我现在可不可以用那个啥，用别名啊？可以吧？默认。对，它不是默认的啊。你等于我会回到哪里去啊？回到核心的配置文件里面去，配置一个别名的一个扫包的一个器，是不是啊？还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 result 什么东西啊？是不是 result type 啊？但是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使用 result type 的话，咱们当中这个 user ID 是不是映射不进去啊？它这个你看这个字段名和属性名一样吗？说不一样啊，说不一样。那如果解决这个问题呢，咱们等一会儿再说它啊。使用什么？使用 result map 来进行什么结果及映射啊。我先写色数语句啊，来 select 星from user 这张表，对不对？ where username 等于就站位符啊，你的 name 啊，按的 password 等于什么井号，对吧？ password 这 circle 呢就可以比较简单的，是不是啊？行， circle 写完了哈。现在要改什么东西呢？想想看，看到配置文件，一个一个检查。先看第一个，那是不是淘宝啊？淘宝这个库，对不对？如果说你发现乱码的话怎么办？加一个属性或者参数啊，叫什么？掐 register including 对吧？等于 UTF8 啊。点了几遍都点九上去了啊！这时候改完了，再看谁？再看 my basis 这一个核心的配置文件。首先这是没问题吧？这个别名扫描是不是要改啊？就是起别名呢？来，这个可以删掉了哈。咱们可以批量，对不对？批量定义啊！来 ，cn 点 ndu 360点 my basis 点什么 model。写完之后呢，model 没写错吧？万一写错了呢？后来是不是也是没问题啊？这是还原环境是不是啊？这数据源啊，还在哪里啊？这是不是也是批量扫描的？如果说你使用这个 package 属性来扫描映射文件的话，有一个注意事项，它俩呢必须同名，而且怎么着，而且在同一个包下，都知道吧？这一个啊，来 ，cn 点 ndu 360点 my basis 点什么 du， 是没问题了，对吧？到目前为止呢，看来是没问题了。然后呢，咱们呢再回到这里面来，
咱们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呢，是不是？那怎么办啊？大家想想看，我查询出的结果集是四列，第一列叫 user 下划线 ID， 这一列我是不是 user 不进去啊？怎么办呢？这里呢可以这样解决啊，不要写 select 星，可以分开来写啊。比如我 select 的 user 下位 ID， 我能不能给它起个别名啊？可以吧？叫什么 user ID？ 这是不是起别名的意思啊？对不对？还有哪些列啊？看看，是不是 username age password 啊？来 ，username age 什么 password， 这样行不行啊？行。那这个地方还需要使用 redirect 吗？就不用了啊。使用 redirect。这里呢，可以直接写什么？写别名嘛。大家现在体会到这个别名的好处了吧？是不是省事了？啊，到目前为止呢。DAO 这一层呢就写完了， DAO 这一层写完了啊，下面应该怎么做啊？是不是 service 层当中需要调 DAO 啊？是不是啊？那怎么调呢？我能不能给这个 service 注入一个 DAO 啊？不能这样注入啊，因为咱是没有接入时间内啊。怎么办啊？在这里面是不是啊？来获取一个什么 circle session my betis util 点什么小 s 是吧？哦，没引的是吧？哦，还有 util 没拷过来啊， copy 一下。copy 进来啊。my betis util 是吧？来。点儿 get factory 是获取什么？获取这个登场是不是？点什么 open 什么 open session 是吧？导一下，既然 session 对象有了，下面应该怎么办？我可以通过这个 session 对象给我生成一个代理类的，对吧？ map 接口代理类时间类对象，对吧？来，user 当我叫代理，是吧？等于session 点什么 get map 又是到点什么 class 将又是到类型的给传进去，是不是啊？这样的话代理是不是生成好了啊？现在怎么办？我让代理给我干这个活不就可以了吗？点什么大家看看，这样的话整个流程是不是走通了？通了吧。下面来进行测试一下。我测试的时候呢，我就使用 scanner， 然后用户通过控制台来进行输入，这样是不是更体验更好一些啊？来，还拟一个什么 class 啊，就是 use test 啊，我使用单元测试吧。能习惯啊，那大家测试比较方便啊。来，其实方法是 public， 比如说是 void 来 test， 这个方法名呢你随意啊，但是呢必须加一个注解啊，按的什么 test 的注解，导一下，这样是不是 O 了？下面再写呗，来 scanner 等于 new scannerSystem 点什么？点印啊，导播，对吧？然后提示用户，对吧？请输入用户名、密码，是不是？哎，不是，请输入用户名。它应该干嘛？应该是一个一个输，是不是？来 ，String username 等于 Scanner 点什么？哪一个？是个 nest 的还是 file line 呀？其实都一样啊。我要说一说哈，这个 nest 的方法，它一旦遇到空格的话呢，空格之后呢就获取不到了。
能理解吧？这一个 north line 呢是货币一行，一遇到回撤线就会有大吧，有区别吧？对吧？用那个 line 吧啊，这都无所谓啊，给你说一说啊，用没什么有了啊，来继续，请输入什么？请输入密码 ，password 等于 scanner 点 next line 吧啊，你俩是不是有了啊？但是我是不是需要一个对象来装这两个参数啊？对吧？来 user 等于 new 什么 user。这叫 view 吧，行不行？叫 view 啊，代表是展示层啊。然后 view 点 set username， view 点 set 什么 password， 对吧？这怎么办？我是不是需要一个 service 对象给我提供服务啊？建一个 service 呗，来 user 什么 service user service 等于 new 什么？User service RMPL， 你看时间内吧，对吧？ service 也有了，下回应该怎么办？ user 这是不是反位值啊？ user service 点哎 find user， 把 user 排到 这边 view 传进去，大家看看到目前为止是不是查出来了？如果这个 user 对象是 non 的话，哎，那是不是意味着是不是没有这个用户啊？如果有的话，是不是得成功呢？来判断买的 if user 不等于什么，那打印一句话，欢迎某某某登录，加 user 点什么，盖了 username， 是不是啊？加登录，是吧？否则的话呢，提示他，对，用户名或密码错误。大家看这样是不是写了？写了是不是？咱们呢来测试运行一下啊。进行这个 test 的，怎么还没让我提？没提示我输啊？控制台在哪？哎，我这 console 呢？哎，这里是不是不见了？你看看，找一个呗，先找一个错的吧，行不行？错的，是不是用你们俩错？查完是不是零点啊？对吧？这个地方呢，看到大家看看，这是不是很多 debug 模式一些日志啊？这些日志呢，就是咱们的日志框架 log 豪记。log 豪记呢，它呢根据咱们这个配置文件，这个 problem 文件，对不对？通过控制台呢，给你打印出这些日志的，大家理解了吧？现在咱来个正确的啊，用户名啊，看看谁，张三丰611是不是有啊？来，张三丰对吧？611是吧？1111走，是不是就差你了？大家看看，是不是一条记录啊？欢迎张三丰登录，对吧？到目前为止呢，咱们一个简单的一个什么模拟登录啊，就讲完了啊。